这家伙也太没礼貌了吧！把我们家的鸟这样叼起来，好意思啊！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潘多拉恐龙召唤吧。啊，我们上一集呢，啊，花了太多时间去弄那些有的没的，那我们今天呢，啊，就稍微进度快一点，啊，把我们这前面这三只恐龙先召唤出来看一看之后呢，我们再来打算看一下待会要干什么哈。那基本上呢，昨天弄了多少啊？来看一下，好，我们到了这一只吧。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接后面这三只好了。好，我们这个螳螂啊，螳螂哥跟这个巨石怪啊，还有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啊？看没有哎、欸。啊，没关系，我们就取取看好了。啊，反正我们的解锁蓝图多了跟什么一样。啊，大致上先看过一遍。啊，其实呢，这个工作台里面的恐龙呢，有一些，应该说。是哪个北七？哎、欸，这家伙也太没礼貌了吧！把我们家的鸟这样叼起来，好意思啊？哎呀，这自不量力耶、欸！嘿，哈哈哈哈，干什么东西？笑死！啊，你不知道我们这只啊，嘟嘟鸟。啊，是我们这边的镇店之宝呢！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叼着那边飞？你会亵渎我们的神明！啊，被射死刚好而已，滚！不要再出现了，让你那个灰飞烟灭啊！再见了！啊，害我忘记我刚刚讲什么了。啊，对，我想到了，就是呢，这个方舟这个潘多拉模组呢，有一些恐龙呢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工作台里面召唤出来的啊。老头，我发觉有一些野外的恐龙呢，还蛮有趣的啊。之后如果有再遇到的话，就给你们看啊；没有遇到的话呢，就是下次啊。总而言之，都会遇到啦啊，不会让你们什么都没看到啦，好不好？今天就先这样子啊，没有啦。你以为今天影片就先结束了吗？没有啦，骗你的啦。啊，老头，怎么影片越来越短了？啊，的确越来越短了，怎样不行吗？好，好啦，那我们现在弄一下我们这只啊螳螂哥。哎呀，哎呀，哎呀，哇，看他，我们先不要看他全貌好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脚，你看看他的脚，这感觉像弹夹。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脚弄的感觉像是弹夹，还是一把剑的握把，还是说他的脚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是被撞到。出车祸，然后装那个石膏，是不是？啊，怎么都这样子、啊？哎呀，好，给你们看他屁股。哦，一卡撑就躲了呢。哦，会动了，吓死人了。啊，好了，看全貌了。我真心觉得这个很丑。哈哈哈。真的很丑，不是我要讲。你这个感觉就像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我在讲的也奇怪，就是你们有没有喝过热咖啡？哦、啊，你们那个热咖啡呢？哦，都用一些类似这种保温杯的这种套子，你知道吗？那保温套，啊、哦，那种 Seven 都有那种保温套，对不对？啊，厚纸板的保温套，啊，他的手就感觉像是被保温套套上去的，啊，或者是说什么吸管套之类的，啊，还可以弯曲，啊，不过呢，我觉得他的头哦、啊、做的还不错，感觉好像可以发射什么子弹一样，而且他体型还蛮大只的，啊，他的确是蛮大只的啦，好不好？算了，不要不多说啊。我们没有安，所以说还是要废话一下，我们要去做一下安，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上。的确没有安啦、啊，哎呀，真的是。啊，我们顺便连石头人的一起做好了啦，不然的话真的没办法。啊、我们顺便连石头人的一起做好了。来来来，九桃狼里的九桃狼，一看就知道是这个啦，是不是？这个看起来就是九桃狼的安啦、啊，啊。还有什么螳螂的？哎、欸，说真的，我忘记螳螂的安长什么样子嘞、欸。这是石头人的吗？其实我自己还蛮怀疑的，我随便讲的，等一下套不上去就好笑了。螳螂安是哪一个啊？伙伴是这个吗？怎么跟这个英文名字长好像哦？哎、欸，他这个英文名字都长一样啊？啊，没有，有点不太一样。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哎、欸，不用了，我们直接看这里就好了。哦，好像没有做错啊。这个呢，
我的好像也没做错，哎，两个都没有做错。看，我就说嘛，就是这两个还不相信。哦，你们再不相信试试看啊，你看，啊，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哦，好像也没什么吃亏啦。啊、哦，不要理我讲废话。好了，啊，我们的安居哪里啊？这个吗？没有错啦，重点是他还是可以拿武器的哦。哇，猎武器嘞！啊，猎武器你的，你手上拿了武器之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出现啊？还是说你体型太大只了，我的武器被你盖过了？啊，哎、欸，哦，没有上去啊，难怪。啊，这下上来，哇塞，哎、欸，这有点恐怖啊！我说真的，哎、欸，拿两把刀，而且还是变大版本的呢。跟我体型差十，根本是我的两倍，2.5倍大 啊, 啊！那我说长度啦，啊，可以拿刀，我们看一下可以拿什么，啊，还可以，居然还可以拿 Ujio Kyo Kure 异常的剑，异常的剑是 Skin， 那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把我们的剑呢套上 Skin 好了，哎，可以套吗？好像不行哎、欸，算了，让他拿好了。啊，感觉蛮帅的。来，我们上来聊。右键，哎，左键，左键，哎，哇，他没打，感觉好像那个星爆气流斩呢，这么猛哦。OK, 我们先点一下血量好了。我怕我们等一下要打输前面那一只啊，我觉得我们会打输哎、欸。啊，攻击力高感觉没什么用的样子，还是会打出前面那一只。我记得那一只攻击力都是负的嘛。啊，打一下有3100万，为、啊、什么走路抖跟什么样啊？吸剑什么？哇，我的吸剑是什么？十字斩是不是？吸剑跟右剑一样？啊，没有不一样，两边不一样。哎、欸，而且我站在上面之后变超大只，我变晋级的巨人了。哦，右键攻击烂死了。好吧，我们螳螂哥在这边杀，不是螳螂哥，我们这个在这里杀野，靠不靠得赢啊？又是负的，我跟你讲啦，这个就是要叫死神来帮忙了啦。我们这种一般的小螳螂，啊、哦，我们还是不要来闹好了啊、哦，真的是会闹出笑话来啊。哦，不过这攻击打击感觉蛮爽的。哦，我跟你讲。这个呢，如果呢出一个类似方舟无双啊，这个螳螂绝对是里面的战神吕布啊，没得跟你开玩笑啊！啊，这攻击力这么惊人，对不对？啊，只可惜这个血量，个十百千万300万470万，我跟你讲，啊，还是会死。所以说呢，你还是乖乖在这里啊装逼啊，我们去找我们的，找谁呢？找我们的如来吗？不过我觉得如来蛮吵的，我们叫死神好了。我们好久没有派死神出来打，对不对？啊，走路好慢啊！啊，战神阿瑞斯算什么？哪根葱？啊，我轻轻一挥，你就给我爆屁！啊，十方世界的父老们，你们给我听好了！啊，我造物主要大开杀戒了，听到了没有？呀、yeah!！有魔有，吓到我了啦！拜托，这个 BGM 可以用小声一点吗？我每次都被这个 BGM 吓到，而且还不止一次。你好意思？啊，让我一下再下吗？啊，归零了。好的，啊，轻轻松松，果然是我们的死神，这么屌。啊，不是 Overwatch 的死神啊，不要搞错了。去死！好，我们的死神非常的厉害，啊，跟我们的普罗米炸虾霸王龙，啊，大炸虾霸王龙一样的厉害，啊，好了，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东西了没有？啊，我们先把我们的死神放在一个地方安置啊，好，放在这里，恢复他原本的工作，站在上面装逼，啊，这怎么回事？啊，不要理我，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啊，这就是我们的超强护盾啊！也太短了吧！你是要笑死谁啊？不过还蛮帅的。啊，
基本上子弹应该是没有办法穿过去啊。有没有？然后它好像会扣血。我们的血，我们这个护盾的血量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五百万。啊，上面说需要这个金色的能量。哦，还在骗我。哦，那是维修费啦，修复要一个。我们可以改这个范围吗？我记得可以改啊。我们可以增加护盾，增加到最大。哎呦喂，哎呦，有 feel 哦，哎呦，这么广啊！哇塞，你看还在持续扩张，持续扩张，还在扩张，还在扩张，最大是到哪里呢？其实我跟你讲，你撞这个，恐龙好像也是进得来啦，只是子弹伤害是没办法对你造成伤害，就是还在扩张，还扩张到哪？不要跟我讲整个地图啊！你以为你是在玩 PUBG 是不是？你的 PUBG 还要跑毒啊？他快来了，他快来了，快跑！啊，那 PUBG 玩太大了是不是？哦，反正还蛮远的啦。你看，真的很广这个原版的防护罩都没这么广了，广到这边来了，广到这边来了，真的超丢的好丢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害我都想要做一个实验了，不过这实验好像没有用处的样子没关系，我们来做一下。啊，待会再把我们的十巨人召唤出来，我们现在做一下实验好了。这个实验呢，就是呢，我记得这个消耗品里面有一颗手榴弹，对不对？爆裂物嘛，对不对？来，我们来做一下手榴弹啊，这个是啊，引爆装置，但是我不知道什么用途啊。它一次做出来是三颗，我们来看一下潘多拉版本的手榴弹啊，到底是威力如何啊？为什么？我想说我的三号键怎么没东西？我们把那个刀拿给我们的这个螳螂哥了哈。来来来，肚子口渴了是吧？啊，喝点水，喝点水。路边的水随便喝一喝都不会拉肚子，人家超猛的。这个游戏里面水超干净的、好的，好，我们看见了有没有？前面有什么？嘟嘟鸟啊，不是嘟嘟鸟，是美格龙啊。去吧。哎呦，好烂哦，92D， 怎么那么烂？啊，你不是潘多拉版本的吗？啊，算了，不鸟了。我们赶快看一下我们十巨人，哇！我们先看他的脚，好像大便一样，这跟我那个30天大便大不出来之后大出来的样子差不多，中间这个是什么东西？红红的是怎么回事？是他的蛋吗？等一下，你是手上拿武器吗？你先不要动，你想干什么东西？好帅哦！其实他手上是拿武器啊，他手上是拿大棒棒我看一下他手上是拿棒锤可是他这个棒锤的造型实在也有点奇怪，对吧？我真心觉得他的棒锤做的有点怪怪的，我是觉得蛮怪的啦。可是我还没看到他的正面，他正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你的正面到底什么样子？你的正面其实还蛮丑的，好吧？好啦，其实我觉得就有点类似像是在那个肚子里面一整年都没有拉出来的大便一样。你是在喷山？你是在喷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来，我们把暗放上去，来看一下它的原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有了，我干嘛还做？白痴啊！不要理我。我上来了！噔噔噔噔噔！哇！我轻轻一挥，你们通通都爆屁！刚刚的灰翼怎么不见了？右键！抓石头！等一下，这不对吧？你哪时候掏出这个钟的？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是异次元投资是不是？投资的那一瞬间啊，变出了一颗钟出来，阿尼我受不了哎、欸。哦，十二亿，不是啊，刚刚不是有一招灰击，那灰击怎么不见了？怎么全部都是双锤啊？哎、欸，我那个做的那个坏掉了，啊，来不及介绍，原来会腐坏啊，啊，坏掉就坏掉了，算了。哎、欸，那一招灰击怎么不见了？刚有第一下的往前挥的啊，怎么不见了？啊，有啦有啦。我觉得这是随机的啦。C 键是什么？哦呦 ，C 键是怎样？天堂之拳是吧？天堂之拳。哦，一样十八亿，超屌的，屌屌的十八亿。啊、哦，那攻击好低哦。啊、哦，其实是他的倍率问题啦。看样子数字感觉很低，有没有？其实他的攻击倍率很高，而且你看他这个手臂两边。他的手臂后面这两边感觉好像是那个喷射气囊，你知道吗？啊，人家挥拳那一瞬间，那个涡轮加速到最大值，砰，烤下去，啊，让你爽的不要不要的。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这个造型其实还可以，算是勉强好看。但是这个头是怎么回事？这个头是怎么回事？我知道石巨人长这个样子，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啊，好像这个绳子拉着某头的感觉，好，我就不说是什么头了，好不好？自行想象，自行想象，好吗？啊，这是咱们的石巨人，长得还蛮滑稽的，好吧？那既然我们这个，哎，我们这个第三样的第三只恐龙呢，啊，莫名其妙啊就坏掉了，啊，被玩坏了这样子，我们之后再叫一次了，啊，就这个。好，后面四只我们下一集再讲解完毕吧，就这么的简单。来，来，我们不要不多说，我们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鬼哈。嘿，哪里个？飞碟是吗？哦，哎、欸，还真的是飞碟，这个飞碟也太吓趴了吧？哎、欸，你们仔细看哦，这感觉是用那个监视者的 BOSS 做出来的哦。你们看它旁边那两坨。两只金刚在那边立着，有没有啊？而且这个重点是也太圆滑了吧？这个反射是反哪里啊？我觉得它这个反射跟这个我们这个外面的反射毫无关联哎、欸。哦、啊，不过我觉得还算可以啦。啊，感觉就像一个异态飞船啊，这个飞船感觉就是异态的啊，你用手去摸啊，还可以穿透这样子啊。啊，它的攻击是什么？右键。不是吧？你该不会只是单纯就只是那个监视者的飞机，然后把它改成这个样子啊？一点子弹该有，怎么才一发而已啊？射这只鸟，快点！啊，那是我的鸟，抱歉，不是啊，不是我的鸟啦，是那个我上一集抓的鸟啊，你不要乱讲啊啊，不要乱讲，你们我的鸟啊，这嘟嘟鸟把它打死，八滴血，你跟我开玩笑啊？右键呢？右键没看见子弹啊，都在呼隆是不是？嗯啊，为什么他跑了？哎、欸，这很烂哎、欸，这很烂哎、欸！哎、欸欸欸，你要把我挤到下面去是不是？你烂就算了，你还害我卡住，你是什么情形？你不要把我挤下去，大哥，我觉得我飞高一点好，以防万一啊。呵，就慢慢降落吧，烂飞碟。哎、欸，我卡住了，为什么？哎、欸，这个，啊，哎、欸，好肥嫩的屁屁啊！啊死，不是这个啦，重点不是这个啦，重点是他这个会让我卡住啊！哎、欸，救我救我，石巨人，石巨人救我！来来，石巨人，快来这里，放我上去，不是飞船啦。不要，嘿，啊驾！算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做一个结尾了。啊，这个飞船呢，让我没有办法着陆在陆地上面行走，非常烂的一个 bug。攻击又低就算了，烂死了，好不好？
OK， 那么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学坏笑，帮我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模组介绍再见啦，拜拜。